形态的店型。那除了主餐跟汤头，另外我们有提供自助吧，就是无限放题的这样的形态。那今天在桌面上推出的是网络票选第一名的札幌 cheese 牛奶汤，那它有很可爱的牛奶熊，待会可以入锅。那这是我们的牛杂锅，那也是就是季节限定的。那这边看到的是双人海陆具，然后这边是双人雪花牛瀑布，那其实它满足了就是年轻人就是海鲜控啊或肉肉控这样的选择。那其实除此之外就是新鲜的蔬菜可以提供给消费者自由选择，那其实多吃蔬菜有益身体健康。那所以我们其实具的新形态就是提供给消费者就是更精致的主餐汤头，还有提供就是新形态的自助吧，让消费者可以自主选择自主享用。好，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动作是什么？这都是桃牛奶入 cheese。再讲，这 cheese 是什么样的 cheese？ 是札幌 cheese。札幌 cheese。对。OK， 谢谢。因为我也不会说，老板。对对对对。那边的啤酒。对啊，我在想说什么。所以里面有虾子，这是什么虾子的种类？这虾子的种类有哪些？我看到有三种嘛，对不对？对。鸡。熊还在游泳，慢慢泡的，它会慢慢融化掉。心仪。我现在要来吃熊熊了，它这个是不软的耶，它是软的耶，牛奶七十五。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它是说是牛奶冻，因为刚才 cheese 已经跑下去了，所以现在就是我把它放下去。好，它要加汤。对。好，来加一下，直接下去就锅，慢慢的。麻酱有辣味的，还有这个叫特调橙酱。啊，甜的。对，有一个对，有一个甜的，不爱。不。对，我们的牛奶味道出来了。来了来了。放很久。有台湾酱油吗？好了，对。